你说你是不是飘了呀？摆一个扑克脸，你转给谁看呢？闹说我们。你是木爷背后老夸你。下次能不能当面夸呀？别老在背后夸，真服了。哎，木爷呢？上厕所去了。直播间一直在要白大师的茶，还要散茶，还要年份久的经典老料。九年散茶。对，都喝了。哦呦，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茶的。巨好喝。 今天点头真的料子，然后我问了一下他们家所有的白茶都是福鼎点头真的，不管是寿眉还是，顾梅还是白毫一针、白牡丹，我证明了，说是就是。在这儿呢，点头针。而且上次我们去溯源，你忘了？下面有个地理标，上山的时候，哇，白大师那个大牌牌就在那立着呢。啊，他白大师有一点好，就是里头全是这个，让你很放心。但是你要是细看呢，就更放心。一厘米嘛，真的。马呢？那溯源马的地标，确定这一。 真是，这里可以吗？对，大家可以藏一下。现在，哦，要能扫出它的生产日期、产地、追溯码。对，可以。就他们家有一个1.8万平方米的智能茶仓，就是能衡量城市的转化白茶。所以要比很多白茶品质要高，所以为什么一直都大家都说白大是比较贵，就是贵在了人家不仅是真真正正的核心，而且我们当时去苏联的时候还看到了白大他们家的仓库。行，说多少钱吧？100多。 198咱们就卖198就行。咱们以后正常点，198咱就别说100多了，好吧？198就差点两百。外面他旗舰店多少？300九吧。那可以啊，这价格你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就放胆说，他旗舰店不到400，我也可以这么说吗？哦，我可猛。茶具是一套盖碗盒，4杯子的，比人家便宜，还是一双茶具？这个我也问了，关系不错，关系不错，我们赠。对，但是这大家有理解，关系天天卖，我们就是100。哦，对。